大家好，我叫郑明慧，现在我在这边学经济。大家好，我叫董洪哲，我在这边学语言。大家好，赵佳莹，我在这儿学建筑。现在我们三个人将带你去看一看卡里亚里，告诉你为什么你要选择到卡里亚里来上大学。卡里亚里大学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，是所综合性专业大学，拥有一批相当优秀的教授以及高质量的教学水平。现在所有的专业都专设有中国学生的名额，在这里你可以认识来自很多国家各种肤色的朋友。卡里亚里位于地中海的撒丁岛，是撒丁岛首府。这个城市拥有9公里的海岸线，具有意大利最美丽的海滩，而且气候宜人。这里的人热情好客，在这里你可以尝到意大利各色美食。卡里亚里的生活花销相对于米兰、罗马这样的大城市要小得多。大学有学生宿舍和食堂，提供很好的服务。这里有古老的建筑，藏品众多的博物馆，各种风格的教堂，以及萨丁文化遗迹。在这里，你的业余时间将会是丰富多彩的。大学设有专门服务于外国学生的对外交流办公室，这里的老师热情耐心地接待每一位前来的留学生，并且积极地帮助你解决生活学习中的每一个问题。现在你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选择来卡里亚里学习了，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可以在这儿再见。 OK， 加油。